我被自己的朋友抛弃，遭到流放，我跋涉在冰冻的废土上，但我并不孤单，至少脑海中的声音，我唯一的伙伴，在指引我走向目的地。噩梦般的怪物在入口等着我，我的血液开始变得冰凉，就如同这寒霜皇冠一样。在里面，我看到了无数可怕的景象和惊人的力量，那种我一直在追寻的力量。因为恐惧，我逃走了，但终究没能逃脱。转瞬之间，我就被迫做出了选择。当我意识到获得这样的力量所要付出的代价时，已经太晚了。世界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，因为我回来了。我就是 Kersusad， 你的好奇心将会给你带来死亡。